小站赶路时听到王一博声音，不顾保镖阻拦转身打招呼，你俩感情真好。小站和王一博他们两个人是大家都觉得比较喜欢的存在，他们两人其实关系是越来越好了。虽然说如今的两个人行程都越来越慢，也越来越忙碌，他们也没有了合作的机会，也没有同框的时间，但是在采访中他们也有透露自己在私